剩的那本书，记不清多久没读，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，发觉再过了一下午，不理我。那你当时没有接他气，我接他气了。好小心，小李。就是之后你演唱的时候，那个收尾你可以慢一点收，就是情绪再沉静一点。好的。就是感觉你之后我们每一组录完之后会有一个5秒的 ending。好的。对，你把情绪保持一下。然后现在你先站着别动，我们灯光老师再调一下你的光。我就站在 T 字形这个就可以。对，没问题。然后待会我们调完之后再来一遍。下雨想得了怪病，怎么还不清醒，怎么还不清醒。来几天卖申请，我的音乐天赋呢，这个就是你也可以想一想。开麦宣言就是因为喜欢唱歌所以决定开麦。第一个就是选曲的理由，就是你选曲的这个忙，这个理由其实就你可以说一下为什么选这首歌。把音乐带给就是每一个觉得很孤独的人嘛，因为忙就是送给我们几个人喝水。我一直荒唐，有原因吗？或成经营，我怎么不相信好多歌曲只敢自己。有请开麦者李润奇。我试着把孤独藏进耳机，用琴键代替，却不舍得这是性命。终于天总会晴，我爱下雨，想得了快病，怎么还不清醒。反正路也要一个人走，反正的